来电哟！就那天找不到我那个，就弹涂鱼，糖醋鱼在那个喷那个喷虫子的那个记录档，我找不到时间，就把那个删掉了。躲起来喷，还记得吗？有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我可能不在场，所以我你在场，你在场。我在场吗？嗯，他那时躲起来，躲得很远很远，在喷我们。哦，你说毫无限的，我们还在刷他等级的时候，对，刷他的调查。啊，有啊，我找不到时间位置，然后那时候可能还没开始记录时间点，就只打了个喷水，龙岩龙喷水，然后时间位置没有记下来。回来，干杯，变球，抱歉。要不要麻辣？麻你！我一直被撞，我没有撞脉冲吗？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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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撞。骂了骂了骂了骂，哒哒哒。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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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我来我来。哒哒哒哒。嘟叮。好，你们打，我控，我走。啊？嗯，我打，你们捡。好，加油。强反，他去找你们了。交棒，交棒。掉的位置真的是不错哦。不能怪我啊，墙就长在那、啊。小心啊，猛牛龙很多、啊。哇，猛牛龙帮你们挡哎、欸，哇。有啊。哎、欸，我从地上突然有岩浆。哎、欸，猛牛龙一直挡哎、欸。哦，好爽哦！三阵猛牛龙，什么三阵猛牛龙？猛牛龙？怎么了？你不知道猛牛龙的伺机吗？哇，他一直挡哎、欸，还喷不死哎、欸！我躲在猛牛龙后面了。啊，猛牛龙被我炸死了，抱歉，他冲过来要动他，居然被我炸了。还想撞我啊，猛牛龙！哇一下好了啊，不是，我要是那个灌土龙的，你要是上位的，真的没有。对，我要剪掉咯，呜呼呼！我看到他的，你可以放个地洞陷阱啊。你就可以捡啊，你就可以变成毛吉啊，大型毛吉现场。他干嘛、啊？喷一下就跑？他不是很喜欢这样吗？吓死我了！这大绝连同他的身体一起出来。对啊，我想要喷个大绝连身体一起喷出来。我丢了一发可难死。我刀，
应该真的可以在锤子上贴皮贴尖锐的东西啊，然后变得有斩击效果。对啊，觉得这种想法不错。现在也可以在太刀上面贴贴皮斩那个啊，那什么？用刀背打，类似铁锤的那个榔头的感觉，也可以有敲击效果。很细微的刀片。猛牛龙从地板钻出来了，我的天！谁？猛牛龙从地板钻出来。从地板钻出来。看来他的重生，你看的不够多。这我看过很多次。真的？真的啊！我第一次看到哎。他的重生方法怎么那么刁钻？不然他要从远方走过来吗？也不对啊，要从哪边走过来？不是，我以为他是跟那个草石龙一样，是从草丛慢慢走出来啊。这边没有地方啊。没有啊，这边有个魔物也会从外面走进来的。哦，你是指这个、哦？对啊。不行啊，员工不能走大门啊。干我被找。好像也是有点道理呢。对啊，员工有员工的电梯啊，不能走客梯啊，有一样啊。那话就知啊啦。干嘛撞我啦？又不是我讲错话。欸、大会报告，怎么了？我困意来了。导会报告，我捶你一拳，来来来，过来。哇！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脚。那你过来，但是我捶你一拳。看，那我可能会先在捷运上睡个一个小时。哎、欸，那就醒了，很好。我一直被猛牛龙撞了。我也是哎、欸。母牛龙来了，又撞了！我没丢上去。靠背丢了一个那猛牛龙身上，你看这一只，你看这一只。在哪里？他抱着那一管在跑。我看，在我这，在我这，在我这。他抱着他在跑。他出来被母牛龙挡了。没了，靠呀！出来帮挡又哭的，干嘛？他又要偷射是不是？对。火山要爆啦！火烤糖醋鱼，我卡住了、欸，我激活没有用，可恶！激活？有吗？你有激活它吗？我在努力啊，没有动静，没有动静。可燃石还是要用总火石？用总火石啦，要点火。啊，可燃石可以啊。可兰石不能在地板点火啊！哦，可兰石在身上爆开而已哦。对啊。啊。还是爆发弹。我想说什么？大会报告怎么了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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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那时候真的就这样子啊，噔噔噔噔，什么都没报告，噔噔噔，很长这样子好不好？超长。在我之前在全年工作就这样子啊。广播坏掉会莫名其妙噔噔噔噔，然后最好笑的是，我们经理在广播东西的时候。噔噔噔噔，你好，各位来宾，噔噔噔噔，自己关掉，不想给他剪掉线，我没有不去了，没有啊，他
他们还好，他是没有讲完，他是你好各位等等等等。我那时候在旁边吃饭，他就这样把整句讲完，我就跟那个经理讲说，那个又坏掉了，你刚好像只讲了各位，你好各位，当兵你好各位，你各位你各位你各位，哎呀，为什么觉得这次打很久的感觉？人家好歹也是一战，体谅一下他。哎、欸，我怎么看不到我们的 DP 啊、欸哦？白痴哦、喔，这个没有 DPS 看了。哇，没错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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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嘞啊！哎。胡金庸阻止我撒粉呢、欸？哇！猛吉龙，他15%嘞，能抓人吗？没骷髅头，我没看到骷髅头。嗯，可以抓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到骷髅头了？因为我这个会闪呢。哦，有了骷髅头出现了，所以你那个比较好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比较好。真的哦。对，因为不用看骷髅头，看他在闪，你就知道可以抓了。等一下，是他是连你的画面都会起闪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不是，他的血量调闪。哦，那就好。然后整体在发光，在那边闪。在闪，也太哭腰了吧！我以为是整条龙在闪。因为昨天听你们聊什么整条龙在闪，我想说，哇靠，那我开台是不能用那个、啊。你各位啊，多挖一点这边的矿，我要最大的那个引导矿。怎么那么贪心啊？争夺痕迹的地盘。来了。啊，对，你上次不是要看一个吗？啊？你不是还要问说还有哪里有吗？对啊，还有哪里？这里啊。大概这个位置。哦。啊，还有个，还有个我忘记了，这边总共有3个。还有个我忘记了。引导的结晶。为什么你好？这边有大的、啊，还是是我上次没挖的？你没挖的。我有很多地方都还没挖。哎、欸，我应该也有啊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钢龙，一般的钢龙，这是哪里？哎、欸，森林的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我的森林降了哈，啊，刚好打他把森林升回来。哎、欸，这边有痕迹耶、欸。什么痕迹？地图正反的。啊！哇，这边有地图跟盘面，这墙、哦、真的耶，墙上。我想说，为什么那边发了一点光？哦，那繁星说最后一个应该是这个。哎、欸，牙兽爪，其实刚打完就一只。哪里？在奈斯那个位置。我想、哦，好哦，对啊，岩浆区有一个。哎、欸，我刚经过，怎么没有摸到、啊？可能刚重生吧，我猜，因为我刚在那边挖矿也没有看到，然后是回头刚刚说有，我才会去翻。牙兽种水啦！对、啊，牙兽水。牙兽水。
去打那只钢龙吧。对啊，